丝，我想吃红烧肉。那就做土豆丝吧。没土豆了，唐爸去超市买点土豆。可爱，去超市买点土豆。哼，为什么让我去呢？我也要吃。没有啦。都别争了，我这有。哇，好酥脆呀。妹妹真好看。我也好看，妈妈给我说。哎，你都长大了。我也想被注意到。哎，姐姐虽然长大了，也同样需要关心和爱护。最近感觉有点忽略姐姐的感受了。嗯，我会注意的。来，妈妈给你梳头发。奶奶奶奶，你看小笼包在玩什么呀？那是我给他买的水晶泥。我也想玩。那你去问问他。好，小笼包，你的水晶泥让我玩一玩吧。我才这么多都不够玩呀。帅吧，请叫我小帅包。不是的，这水晶泥只能在手上玩。我看你就是想要，你没吧不给你玩。上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怎么好痒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奶奶，快看，看这咋了？小笼包，你怎么了？可痒！不能挠！我都说了，水晶泥不能往身上弄，这里边还有胶水，只能在手上玩。玩过以后还要洗洗手呢。那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赶紧去洗一洗。好。没关系，你很棒了，再上一次就好了。啊！我也太笨了吧！你都长大了，不能再哭鼻子了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搭出漂亮的积木。我一定可以的。哎呀，太累了，起来走走吧。怎么会这么滑呀？我把泡沫弄地上了。你差点让我……你太棒了，宝贝，都会帮妈妈洗衣服了。真是我的好宝贝。你们说这样夸孩子真的好吗？我要去洗手机。我的香皂呢？你用我香皂了？对不起，我赔你一个。准备看吧，准备好一个锅。准备一百克炸鸡倒进去，加个智能化，把牛奶倒进去，搅拌一下，倒入量杯。先做的红色的，搅拌好了，让妈妈把它倒进模具里。再做一个绿色的，黄加蓝等于绿。做好了，等待一个晚上。哦，这个还给姐姐，剩下的留给粉丝。孩子想玩恐龙啊！我赶快去整一个。大飞起龙，画恐龙。会有人支持你这样的手艺人吗？一定会有的。宝宝，这个恐龙糖给你。哎呦你妈，这个糖又好吃又好玩，给你鼓掌。小宝宝在那玩奥特曼呢。对呀、怎么啦？就你也想成为奥特曼？对呀、我是想成为奥特曼。你个没用的废物。我真的就只是个没用的废物吗？不，我要做。不动啊！哎呦你妈！什么声音？打响指呢？不好！这个怎么办？什么飞？呜呼！化骨飞绵掌！
耶！呀！哦！做好了，祝看到他的人虎年发虎财！哇！这是我的元宝堂吗？呀！好的，我们走。你要干什么去？对不起，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们。什么事啊？我要和 X 一起去阻止他们。 X， 哈哈，休想阻止我们！可恶，来不及了。哥哥，啊！放开！谢谢你啊，妹妹。未来的路上也许充满荆棘，但是我毫无畏惧。 X 上。吃雪糕吃多了会肚子疼的，这个吃完了就别吃了。我就吃，我才不怕肚子疼呢。少吃点儿，别动，都是我的。那你吃吧，我不管了。吃完了再吃这个。肚子疼。小笼包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哎呀，你怎么吃这么多雪糕？是花花让我吃的，让我吃十个它。花花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就让他吃一个。你让我吃十个，不能自己吃的，你冤枉人。奶奶，我都不想吃，他非让我吃。是花花说的对呢，还是小笼包说的对呢？你们可不要多吃雪糕啊！啊，怪兽来了，赶快跑啊！我要赶快变身成奥特曼，打败这只怪兽。哎呀，前面这个小屁孩，小屁孩在呢，你快上车，我送你。加油加！不行了，我要赶快帮助奥特曼找到能量石哟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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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哎，就在前面，我马上就看到了。你胜利了，这是你的能量石。看我变身！把青蛙王子给我放了！有本事来拿呀！哇，我奥特曼来了！哇！啊，走了！啊，我已经救回来了！啊，又来了一群小怪兽！这些怪兽们，看我的厉害！跑！